可能漫画中的人物的穿着打扮并不适合在一部剧集中出现，因为它不够写实，不够真实，所以我们就找了非常多的素色的比较朴素的衣服，比如说牛仔裤啊，然后拉链外套啊，卫衣啊，毛衣啊，然后在一些名场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衣服。基本上在大学时期我们用一些基本东西的穿法是一点不一样的，蓝色的这种就还好，对，这种就还好。对，就是在那个信息上赛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，这会不会有点长，如果穿到信息大赛了，我应该是穿白色衣服，是不是会稍微有点长，因为他如果在上台是在搞电脑的，用电脑会有一点太漫画了，我觉得就摆上去可以，但是在袖子玩给玩起来，那最后就是需要很快的去做这些动作。对，要毛衣吗？是什么季节？初秋啊。化妆呢？你就毛衣加衬衫吧。我希望就是大概就是这种薄的，就是粗的你这种，粗的你这种，这种眼睛没什么问题。这件好，比较朴实，应该就是大四类似。恋爱阶段吧。恋爱阶段拿一件衬衫里面类似，对，搭一个浅色或者搭一个 T 恤。我经常这个。谢谢。我觉得就很简单，我觉得就是牛仔裤、衬衫，然后大四可能会有点针织衫。但是这个领子稍微它得处理一下，咖色的，就那种卡其色的，但是有点小啊，那种长的呢。然后衬衫要塞进去吗？那要不就这件。